今日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喺呢個時間咧，即刻就係邀請由日本遠道而嚟到香港嘅西野加奈嚟到觀塘 APM， 我哋有請西野加奈。勉強します。すごいペラペラですよ。唱得好唔好啊？希望大家俾少少時間，再一次熱烈嘅掌聲。